好，谢谢吧，我自己拍一下。溜达是吧？好，他等一推他下来了，上面一推就下来了。好，你把那个电源又拔来了是吧？拔来。好。这是刮劲儿，回去还有用。带回家可不容易，来回挪回可费钱，可费事儿。回去回在老家那儿找个活儿，他挣点儿，一点啥人方便是吧？嗯。挣点儿这房地产以后也不行了，该在这活儿，不要在这活儿，该都费事儿。三年这一停也没挣啥钱，忙活了三年。哦。这个都不用挣了，对了。挣了。那个你从一点包里头的，你不一下还要吃还破干干的，放我这上。回去干活吧，回去啊，等听听声了，看来老家找个活干，你有啥啥方便一点，有点是来的方便，那这太远了，有点是来不方便，走此地300多公里的。我来收拾一下。收拾走了，我走了哈。说实话，留恋这地方，房东都不错，嗯，挺好。那盖站时间长了，又改次了。房东没收拾吧？到哪儿说？走了不来了？我说可是，走了嘛还怪想你。6年了，在这儿住，我得有个感情。说嘞，可是。嗯，走了。哎呀，来这个小区待6年了，那实在上搬过来6年了。来插烟。我孩子来了。啊，10点2点多到家来。哎，好了。我不吃了。你吃西瓜，吃了可先吃西瓜了。好，能走快。好。啊，西瓜还不赖。嗯。这道上可爱。嗯。是吧？嗯。三万好了，嗯，嗯，有空来我这吃，没喝了。是啊，嗯，有空该约会回去不早了。嗯，
再晚一会儿回去几点？回家不晚。啊。那要嘛，也中午回去了的。嗯。吃个饭。嗯，大家这儿。这是火烧肉是吧？嗯。行。你听这话。有粽啊，想吃粽啊，老吃粽啊。你吃吧。